我给你这个死男人！你有病啊！你吓死我了！对不起啊，我刚看你差点踩到我布的陷阱，所以我才把你扛回来的。陷阱？太阳落山之前我就来了，之所以没来找你，是因为怕打草惊蛇，这次就看这个蛇有没有运气逃出我的五指山。你不是不爱看电视剧吗？从哪儿学的布置陷阱？小时候我从福利院长大的，老有大孩子欺负你，总得想点办法教训他们吧。刚才多亏你跟鬼说话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，我才有机会安排的。我跟鬼说话，你都听到什么了？我以为你会趁着酒精大骂我一番，结果没想到你自己反省了。我作为你的男朋友，应该我更呵护你才对。之前是我做的不到位。骗鬼的话你听听得了。但我说的话不是骗你的。我越想平衡好你跟思琪的关系，我就越是笨手笨脚，感觉做什么都是错的。本来想压制情绪，不去打扰你工作的，但是又怕你会觉得我冷落你，想你了，给你发了那么多语音，你都不回我。我又跟自己生气，想着你在生气呢，我又去刷存在感。总之，你不用这么肉麻。我隔夜气顶多就一天，两天，一个周顶头了，再多气了就容易长斑，犯不着。你今天能来陪我，我已经不生气了。真的？那可惜了，我还有让你开心的绝招没用啊。是什么？你把眼睛闭上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酸甜口的，吃起来有那个糖醋里脊的感觉。你的绝招这么接地气啊！喜欢吗？我就知道你会喜欢。你这几天都累瘦了，你多吃点。谢谢你啊，这么贴心。这是我爸长大的巷子。鬼是肯定没有，但是蛇虫鼠蚁还是有的。但你别担心，我陪着你。你要在这儿陪我一起过夜？当然，我得好好表现表现，不然我当男朋友的资格都被你夺回去了。那可是我只准备了一个帐篷。我就睡那儿，就一点点地方就够了，绝对不挤你。你还是回去吧，我刚刚那个跟鬼说的不完全是醉话，你比鬼更让我有压力。什么压力啊？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我觉得还没有思琪了解你。但你也给我准备了粥和巧克力，你也在了解我。但是我会莫名其妙的吃醋。你吃醋说明你在乎我，你要是无所谓，我才会更担心。我还是一家人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一家不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阻碍。我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缺点，你还没有发现呢。好了，就凭你想当优秀设计师这份执着，就足够打动我了。更别说你还有那么多优点。我爸爸给我上过最重要的一课，就是人不管遇到多少挫折，都不可以丢弃自己的梦想。我现在最简单、最直接的梦想，
就是得到你。得到你吃的用了什么词儿？我想不到比这更准确的词儿了。我担心我一犹豫，你又躲得远远的。我已经失去过很多东西了，所以我逼着自己变得更强大，就希望有一天遇到一个真正对的人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可以牢牢地抓住他。唯一不变的是你，我和你在一起形影不离。 Let me just be your everything， 给我勇气的鼓励，变成一切抱紧。有人在叫，有人踩到我的陷阱了。哎呦，我们快过去看看，别让捣鬼的人逃跑了。哎，你慢点，小心点手枪。哎，先生，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我的捉鬼利器、啊。你个笨蛋！别动，别动，我来，我来。这是我的捉鬼利器，粘鼠枪。做事能不能不这么毛毛躁躁？嗯，你这粘鼠枪能抓到鬼？我鬼是没抓到，抓到你这个冒失鬼。那你能抓到我这个冒失鬼也挺厉害的。哦，一会儿我们抓到了捣鬼的人，一起把这个收拾了吧，省得夜行的小动物遭殃。你还担心夜行的小动物？来，我收拾完这些粘鼠板啊，估计得很晚。没事儿，反正有帐篷可以睡。你说的对，有道理。去看看。慢点。